梅西带领下阿根廷回违36年夺下世足赛第三座冠军奖杯，全阿根廷嗨爆了。阿根廷地标方尖碑附近空拍画面满满都是人，球迷拉起巨大阿根廷国旗庆祝这历史性一刻，民众疯狂爬车、爬树、爬路灯，还爬上红绿灯杆，连消防车都不放过。还有民众还愿一路跪行爬向方尖碑，全阿根廷简直日夜沸腾，从白天嗨到黑夜，还有人爬上方尖碑挥舞国旗。阿根廷这场赢得不容易，赛前美国媒体还报道阿根廷一批女巫一起施法，希望利用法力协助阿根廷球员战胜法国，最后阿根廷果真封王。但在球迷眼中，两强之争靠的绝非巫术，而是扎实球技。法国虽然隐恨没拿冠军，但法国前锋姆巴佩本届世足个人狂进8球，胜过梅西7球，夺下金靴奖，但他笑不出来，满脸落寞，毕竟法国队终究是阿根廷手下败将。特地到卡达看比赛的法国总统马克宏被拍到，赛后特地走上球场安慰姆巴佩，抓着他讲一大串话。Parce que c'est un très grand joueur, mais il est jeune. Et donc je lui ai dit qu'il avait que 24 ans. Et donc qu'est-ce que je voulais que je vous dise? Il a été meilleur buteur de cette coupe. Il est un joueur extraordinaire. 马克宏事后亲自解答，他告诉姆巴佩，他只有24岁，就是世界杯最佳射手。尽管没能抱走冠军金杯，法国依旧以他为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漆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漆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